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的眼镜真的是一直起雾哎。好，各位抱歉，我要拿下眼镜了。可我拿下来很像花美男哦，真的花美男。邱三小，哦，是因为戴口罩啊，如果没戴口罩就是花美男。可是因为现在病菌的关系，我不能传染给你。我没有病啊，讲错了。我不能拿下口罩这样子。我上次跟朱老师在周龙拍一集吃香蕉的，你知道朱老师看到我香蕉多渴望吗？你为什么？我是说真的啊，不是开玩笑，是真的。他看到我香蕉很渴望，我说的是真正的香蕉，我说的是真正可以吃的香蕉，真的是食物的香蕉。我一脱掉眼镜，有一个妹妹被我电晕了。我刚一拿电脑这样看过去，哇，好的，他应该要后天才醒来。这不是中国很靠腰在那边，不是啊？我说 WHO 不是卫生组织吗？他们现在那个肺炎现在大爆发，他们那医院已经全部都是人。你本来可能没有病，大家都已经在那个密闭空间，要那么多人这样子，只要其中有一个有，你这边排队一个小时就跟着全中了。所以本来可能没事，要去医院反而就全部中标这样。他们的护士跟医生啊，他们在完全不了解这个病菌的问题的时候，都要替这些病人医治。他们都穿得跟太空衣一样，全部包满满。有一个人超扯，一个阿伯，他就是确定他有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跟他家人哦，就疯狂的把那些医护人员的护衣全部扯掉，然后故意对他们咳嗽、吐口水这样。他说什么我不能活，你们别想活。我忘记哪个国家像他们，就是把那个五星旗放成五个病菌在那边，丹麦对不对？然后中国说要求你们下架，并且对我们道歉。他们不道歉，他们不道歉，他们中国就假装没事了。反正中国就是出来喊一下而已。